人生的长短不是咱会当控制，咱即马知影讲宽度啦，宽度是咱家己会当去掌控。要休困了就遨游去，休困了真正有你休困了。你想要休息哦，哎，上天就真的让你休息。你要想说我不能休息，我还能动，我还能做。那个菩萨，那个菩萨很好，那个癌菩萨很好，他是来警告你而已，警告你要认真的做，你要开始认真。你无时间啊，来不及一两日，师傅讲来不及三日，你爱家己抓。你真的，你生命是在告急，在告急，要给你通知啊，你还懈怠，对吧？这么一天爱做两天的用。有一些病痛，刚开始的症头无啥明显，等到发现的时阵，定定已经真严重啊。住伫个桃园的李玲玉，六年前为着感染的问题，不时伫个走病院。经过一年的时间，才知影是得着第三期的膀胱癌。迄个时阵，为家庭操烦一世人的玲玉，才拄啊轻松无几年，就拄着安尼打击。但是伊甲家兄藏伫心肝内，勇敢提出对治疗的想法甲决定，希望家己就算讲破病，嘛爱画出生命意义。我出生的家境是袂歹，因为是爸爸妈妈年纪较侪，因为伊无。伊毋知是无意中阁怀了我，无意中诶。啊，因为迄阵嘛娶阿嫂，啊嘛拢有生孙啊，啊，所以我就是那个姻缘来到这个世界。无阮家环境足好，阮哥哥因、阮姐姐因，迄个时代，你看阮哥哥即卖八十七，拢还阁有高中毕业诶，啊，甚至做老师、做啥拢总有诶。啊，就是我自己比较好运啦、啊。因为我若无入去做者，我袂讲即句好运，对吧？无埋怨就算足好，咱会讲好运，对啊。啊，毋过当时吼，你有丰收，你入去咱个家庭有丰收，因为因到需要嘛。啊，你入去吼，啊入去吼，因为我的养母，自我袂记以前，伊生几下伊拢歹去吼。我那个算我的大姑下来，过来生几下伊拢歹去。啊，就是一个姻缘很好，我去到他家哈，再下来去拜会了啊。我以前是妈妈啊，未来就讲婆婆啊，过一生拢足顺事的，就每一个都会聊起来啊。所以吼，爸爸养父养母是真疼我啊。我落去迄个差两岁，就是弟弟嘛，啊弟弟就是即马外孙生嘛。所以啊，较早人啊，要个。一个家庭出三年吼，你要让一个嫁出去，要嫁出去足简单嘞，免骗。要嫁出去，无嫁准人会娶你嘞。你要娶人嘞，上无你嘛爱拼。吼、哦，你无骗金足少，上无你嘛爱互拼钱。所以呢，足将就。啊，爸爸妈妈会甲你疼入心嘞。伊想讲这个，你搁娶嘛无通则好嫁，对无？所以伊就甲你，你住伫公司，我住伫工厂，伊就定来甲你走会，今日六日还是啥？甲朋友嘻嘻哈哈。无啦，囡仔头路许，咱做志工，搁叫囡仔做，咱家己做嘛，较近，几点去，几点上来做。好了，我们出发了。
这个年代啊，四十几年代还要当人家的童养媳，我也不知道是养女啊。后来，如果啊，可能我心乖啊，人家嫁一个老的啦，我若较歹，可能就歹去啊。啊，童养媳，我这个年代应该是可能是最后一代。不一定对不对啊？到现在还是用自己的坚持，还是搁吃苦过啊？搁这个年代了，感觉是对的。第一袂妨讲，袂妨讲吼，养父养母讲，把你饲饲种唔低温，搁无过分的，至少我有做到知恩报本的，回报他们，养育之恩，我一辈子可以来报不完。那个是吼，你顺从就是报恩了，所以就选择顺从了。婚姻是什么？婚姻虽然是生活的一部分，只是一部分。我是连鬼的人啊，阿妈多个当啊，你就想哦，那个是责任的，要赚钱呐、啊，对，我跟你讲过，一路就落一包金啊，你一定要甲捡回来啊，你甲当作那是你的工作嘛，你必须的，含十零个人拢出，你嘛爱甲出来。刚开始我还是搬不动啊，搬不动，我第一个办法就是什么，阿妈头一包甲掏开了，我先来吐一盐汤起来。先个吐一盐汤去搅，啊，先个半盐汤做两盖嘛，啊，慢慢训练讲，哦，安尼嘛足费气个了，啊，你得好想办法啦。如果没有资金，你整天做什么？就这个时间你要创，人囡仔去读书，啊，家庭内面，内底你教老师，逐工都要出内底对无？就爱当做有意义的事情，就是一种很快乐的寄托。所以我一句话讲，资金可以没有啊。可是我不能没有出去，我出去我今晚准备上山，你准备去到龙溜人呢？老朋友较好嘛，是拢安尼哦。工地的那个厕所不只是我们这班在用，哦，钢模啊、梯啊，大家拢有。因为哦，常晚上住在那边的人只有我们啊，所以一定我要清扫。啊，维持干净就是需要你找时间去做。你如果每天做一点点，做一点点，就不会累积很多。我讲，大家来变变数，祝福家己的子孙代代拢大天救数。好，啊，大家就讲，我嘛要来，我嘛来变。其实工作习惯就跟家里一样，你说每天哦，有人来带你就看垃圾安尼尔，啊，无人来吼，嘛是固定的，但是人客要转来，咱唔知嘛，啊是这是咱当嘛。啊、不伤心，他保持个情绪稳定，看人家吃吃嘛，那个有那个欢喜心的。这七姐嘛，我有功夫呢，伊是会袂使功夫，搁去甲担呢。行，你看我拢七道皮对无？啊，生病真正没有什么可怕啦。我拢讲，医生开予你两条药啊，上好，多运动，多喝水，对无？
搁较啥物好，未比迄两项搁较好。啊，你新冠练存，啊多运动多喝水，啊把病人放在旁边，病痛，你好好跟他配合。人生什么都不要怕啊！哎，暗时你也当做主啊！我莫怕病，别来着我，无要着你哦。啊，一个大骆驼啊，着着你，那讲啊，那是我，对不？那是那不是别人，那是我。啊，咱嘛爱想啊，好我那要紧着。你看我有迄十五岁相片啦，这张是17岁的，这张是15岁的，已经大工厂啦。我有一天在位遐行过，啊，看到咱咧竹篱笆外口，就围一块篱笆，讲在咧起咱的进士堂，啊，我就是讲好奇的入去看嘛，啊，这我都拢会晓咧。啊！因家讲啊，做这无钱了，无钱了要紧啊，我就会晓做。啊，只要我有时间有闲，我就去。啊，这个，这拢我拿手。你看，因不晓塞车啊，讲来车啊，我塞。吼，啊，恁倒木石头了，对，车啊，我来塞。啊，我以前伫工地嘛是拢包安尼，无啊地啊包到足面啊。啊，佫看我较时髦个。哈哈哈！哎，我嘛真时髦呢。哎，我家己吼，伊就想讲，我一世人拢伫工地咧做，啊也无甲一领，也无我以前含结婚的相片嘛拢无，对吧？啊，等下我会生活较稳定啊，我嘛会向往讲啊，等我即摆还阁水水，还无皱纹，对吧？还阁还可以看的时候，我们来翕一张来做纪念，人别人的婚纱拢遮大本，无人要跟咱翕，咱咪家己来翕一张。迄一张啊，该家己来做纪念，啊用的时阵就蒙现着，啊家己嘛满意，家己讲还长得还不错，还不赖，自我满足啦。讲知足的人上水啦，对啊，啊着知足，家己介意就好啦。啊，即摆家己看下嘛，讲哎，真的还真的无翕，较早也无翕了，了遗憾，到即摆都无半项人回忆，对。啊，辛苦的过程都一天一天都过去啊，对。啊，媳妇已经熬成婆了，阿婆已经又变阿嬷了，所以人生的后半段，我觉得我是一个很幸福又很有福的人，啊，没有什么遗憾。虽然是袂当选择，足侪人无袂当我去选择啊，但是唯一会当我该选择，就是会当我选择我家己介意的佛教慈济功德会。是我上喜欢的，还没后悔。我常常跟人家分享，他说林毅，你现在营营都没在创什么？我哪营营没在创什么？我现在头路做多大？他说你做什么？我说我做高火力又灵风神，那我头路还好的。你不知道，你也要知道对外流，对外流你就知道高火力，真的风险都没有。啊，福利阁真好，有啥物福利？一个月赚偌济？赚袂少啊，赚阁足欢喜个。你暗时啊，咧睏阁会笑，我连面盲拢咧笑。你讲想咩？你到底我怎摕我个名牌看？你做直剧啊？安尼，啊，佛法你啊说，你就会说掉你心中个无明啦。你这个世界的嘛，赚你啊下着着，花花世界，即摆有当大世界有。扛只电梯，要看到我安尼做到安尼做主持人，哎呀，你是你一工是偌济钱？哦，无钱。你做头家一空的哦。我就讲，唔是做头家一空，我做心内快乐。我更是讲你安尼装哦，你有领钱，安无领钱，透早出去。我晓我捌四点外去到进书堂，做到用七八点才转来。我佫讲人讲爱轮班哦，唔免。路爱家己行，啊嘛爱家己找啊，啊目标爱选着就影。行歹路嘛有啊，行唔着路嘛有啊，行唔着路爱紧回头啊。而且责任的每一个阶段，我都认为是没什么，只是责任问题啊。每个阶段的责任不同而已，每一个阶段的责任。
然后我就觉得说，妈妈去做慈济之后，就是有比较开明、开通，然后比较懂得年轻人在想什么。那应该我们也，自主吧，自主能力也比较自我自主能力比较强一点，所以他也是都包容。对啊，星期三就去慈院做助攻了。新店哦。新店飞出去，要去五天了，星期四才回来。真正我以前我是容易吞论，你阿姨讲的，你一直憋太久，你就会生病。憋太久就生病。对啊，我即马有当有找到，那个出口啊，我即马找到出口通出去啦，找到知足感恩善解包容，有佛法来洗涤我的无明啊，所以我讲，哎，烦恼是空的啦，我唔爱搁烦恼，啊，看淡就没事了，凡事睁一眼看，闭一眼就没事了。啊，今日发生个代志，明仔我都 OK 啊，困我都 OK 啊。我来讲，我们两个人哦，啊，你又不吃哦，我就很简单，烫个青菜给我，是我自己。我本来想要煎两颗蛋，自己打花就好了，不要啦，怎么自己打花？我讲我煮个简单的，煮米饭汤，清清的，还阁好啉，还阁下饭。是我们的精神的寄托啊！有时候就不好，你们爱搞，我想办法了。价钱掏袂起，你就给省豆饼。啊，我们为的不是利益，我们为的是救我们的地球。我们的地球只有一个，所以哈，大家要来呼吁说，这就是把它给，哎，邻居这里搞来个拍出去。不是讲干你甲抽这块甲分开就好啊，啊甲拍开一等于，人家要去溶解吼，这个解你如果没有打开，他们回去不好处理，我们爱甲你收，啊若拔拉叶爱甲，这内底有拔拉叶爱搁甲卸掉，好像我天天只有这个地方我可以寄托，只有慈济可以让我心灵净化，想说无常来的时候，你的心啊，要想说，真的是可以说是一个没有明天的人，啊，没有明天你就把它当作最后一天，啊，一天能做到完，还是个阿妈呢，好你没有痛，没有病痛，你就觉得说今天今天搁赚对嘛，搁赚了一天啊。啊，当你在做的当下，你什么都不会去想，你会认真的想说。我怎么做比较快？这几组几组无那个用啊无同遐，有的打得很死结，那你吼，伊都爱通过那通过那去个用，个或者是真的跟人的心结，不能一直个两只个套拢动作讲是人的心结，你一定要怎么去两个去互相去搓，你要不打他又不行，他越搓有时候越用力他会越紧。啊，无形中就被你扯开了。我跟林医师姐是在几年前，差不多4年前。哦，4年前我们一起去花莲当医院志工，是8天的。那当时他好像刚开完刀没多久吧，然后我们的医疗干事师姐就交代我说要我特别照顾他。那我去的时候，我就这样跟林医师姐讲，林医师姐就说唔免啊，他当真来啊。哦，他脚程比我还快，他一点都不像那种开过刀的人。人生路同款啦，一定有风，会拄到风雨啊。无人讲人生路无风，阁无雨啦。
啊，若愈风雨愈强嘞，咱愈坚强；路愈无平嘞，咱愈用心。用心甲行过，就是你。所以我一路来到慈济，是我人生上快乐的一段。因为我较早搁较安怎，无通遮快乐、遮自由的。啊，所以咱把咱的体力嘞，寄托到嘞咱上爱的所在。这条路是咱家己行的，所以全力以赴，没有后悔。我昨个你讲，高好你又林峰贤，做够足欢喜的。官虽然是老嘞，官老也竟然那是，那是正常的代志。啊，你到这边，你会找到很多的快乐，好像小城故事一样。你不进来，真的都不知道；你一进来，你就知道哦，人生真善美都在里头。讲我们娘家这么远呐，然后都是有什么事我都是会跟她互动，这些师姐就是一种心教，对，从她身上看到她的，她不是只用嘴巴讲，她一定是先做给你看，但是我是从她身上学到她的那一种，哎，就是先做，就是做比讲还重要。啊，他也很用心呐、啊，因为他不是说只有帮了，只有来我这一块帮，他看到什么有需要他都去做，然后他就是很用心的在度化这些众生嘛，然后可能就是说他就是那一种慈悲心跟爱心狗，真的。得到感情了后，林玉才深深体会到净严法师讲的“来不及”。伊一生为家庭付出，已经尽到责任，但是为家己选择的自制路才拄开始，哪会当讲话停都停？所以伊搁较认真付出，甘愿困疗房，不爱困病房，干那求精忠惠命，安尼才是人生真正的无遗憾。其实咧治疗时间，我嘛是照常咧做哈。啊，当然我稳定啦，我大概所以这五年来呢，开始治疗算咧，遐疗程十八摆拢做完的时阵，医院志工发现咧几工啊，八工啊几工，我去，有人听到讲啊，你要去挑战八工啊？我是讲对啊，因为你身体生病了，我要来医院，我要来种健康因，对吧？啊，我生病了，我更有加那个说服力，对吧？能够是。生病，我讲，你看我第三期还阁好好伫遮啦，对无吼？你不要怕啦，哈！啊，你把心哦，把心交到放在菩萨那里，啊，把我们的病痛交给我们的最信赖的医生。